上海滩，龙斑龙老上海滩。2019年8月13号，等一下要前往浦东机场。东方明珠大楼，台北101，上海101，然后环球经贸大楼是开瓶器。在2年前刚落成的，目前是上海世贸大楼608公尺，是全世界排行榜第二的高的部分。哦，这是外滩，然后这个就是一些中国工商银行，然后城区。OK， 好，拜拜。